大家早上好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中国文化中心。今天的主要的工作呢，是给这些法国的小娃娃们来讲解昆曲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都是特别特别小的小朋友们，让他们一起来体验一下中国的昆曲文化。柯老师正在给这位小朋友画猴脸，对，小朋友来给他画一个猴子，我都没画过，我自己都没演过猴子。俺老孙来也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来到了法国当地的一所学校里面，那么与今天早上接待的那一群小娃娃们不同，今天下午要讲座的对象呢是更大一些的孩子，大概是我们国内初中这样子的一个年龄段吧。那么期待我们的讲解能够让他们也爱上昆曲。那么我们今天带给你们就是说是中国的昆曲的话呢，有点点像那个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在我们西楚文化是叫马鞭。啊，对，这就是一匹马。你家乡是吧？哦，拿住马鞭。脚跟住马。很优秀，在自己就是喜怒哀乐的那个表现。